每年公历2月18日至20日是24节气的第二个节气雨水。雨水节气前后，万物开始萌动，春天就要到了。雨水分为三候：一候塔鲫鱼，二候鸿雁来，三候草木萌动。从此，大地渐渐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春雨贵如油，这时适宜的降水对作物的生长特别重要。雨水季节天气变化不定，忽冷忽热，因此春捂秋冻正是人们应时养生的方法之一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